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 redundancy，哈，这个 redundancy 这个失业啊、裁员啊、多余的这个状态的例句哦。Owing to 呢，翻译成由于，好，也可以翻译成幸亏。那这边翻译成由于会比较好。Owing to，那留意这个 to 哦，帮我写上是介系词，所以后面加了一个名词叫 recession。那什么是 recession？这个字我们学过，re 是回去的意思，往返；sess 呢，sess 是走。所以，当你走回去了，走回去不是往前走，往前走是进步啊。那 recess 就是 go back，走回去的状态就是经济衰退啦，经济衰回去了，走回去了叫 recession。好，那 owing to the recession，由于因为这个 recession，整个经济的走回去的状态，经济萧条，there were 8,000，没想到有8,000多名的 redundancy，有这么多的8,000多名的 redundancy 多余的人。好，多余的裁员的人，in the country，在国家当中，去年就有这么多人 redundancy 失业。再来第20个单字叫 resign，各位要记这个 sign，这个 sign，这个 sign，这个字有 mark，就是标记。当你在东西做标记、做记号，有签名的动作。好，那各位 re 呢是返回，我们最近这刚刚前面学的这几个字的 re 都是有 back 的意思，对不对？返回。还回去，所以你 sign and back，你签完就丢回去，表示你要怎么样？你走人了，有没有看到？好啦，我 I quit，我要辞职了，我签署完走人，sign back，所以签署回去，签署回还回去，我就是辞职了哈，我听从于你的命令了，resign 这个字有辞去的意思哦，辞职。Patrick 呢 resigned from his well-paid job in order to pursue his dream opening a cafe。然后我们的 Patrick 呢，他 resigned，他签署完之后就帅气的丢回去，他就辞职了。好，resign 辞职从哪里？From 从他的 well paid 就是他的薪资，paid 是付薪水的，well 是很好的，well paid 就是薪水付得很好的，薪水高的叫 well paid job。所以这个 well paid job，各位可以画底线写上中文，付薪很好的。薪水付得高的叫 well paid job，well paid job，薪水付得好的叫高薪工作。他 resign，他从他这个薪水高的工作上 resign，签署就走了，走人。为什么？因为 in order to 后面加原 V pursue 的 in order to pursue，为了 to pursue，to 是不定词加上动词 pursue 追求，因为他有梦想想追，他的梦想是 opening a cafe。开一间咖啡厅，好来，well paid job，高薪工作，pursue 追求。21 salary 这个字叫薪水，它的复数是去 y 加上 res，去 y 加 res 画起来等于 wage，这个字也是薪水的意思哦，薪资。The job offers an annual salary of $40,000 and a 3% salary increase yearly。好，这个工作 offer 是动词。这一份工作呢，它呢 offer 它的提供的好处是，它的提供的薪水是呢，提供一个 an annual 是一个年薪，annual 是一年一度的，它的一年一度的 salary 叫做年薪，它的年薪是达到40,000，就是4万的美金哦，这么多的年薪，而且他还附带 offer 提供 a 3% 3%的 salary increase 3%的薪水的加薪 yearly 每年的，所以呢，年薪是4,000年薪是4万美金之外，他的每一年都还会有 yearly，各位可以看到 yearly，他的每一年都还会有3%的微调 salary increase 啊，这个 salary increase 就是加薪，薪水的增加。好，再来 yearly 每年的可以换成 per year，可以换成 every year。好，这里的 year 哈打错了，E A I R。接下来第22个单字叫 strength，优点长处，跟我们刚刚学到的 merit 一样哈，advantage 都是优点长处。The secretary has many strengths 啊，这个秘书叫 secretary，他拥有 many 许多的 strengths 很多的优点。例如说，two of which 里面两个优点就是 are carefulness，这个优点有两个，two are carefulness，他很细心，还有他很 thoughtful，他总是会 thoughtful，有很多的想法，很会替别人想。thoughtfulness 就是体贴的。Softness 是体贴，carefulness 是细心，啊，它有这。